Hello 啊，大家好 ，Anthony 啊，今天呢，我就来到这个下沙文化广场。哇，这个广场真的是很大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广场。哇，哎，这住在这边的居民呢，真的很幸福啊，而且还有这边有那个篮球场、足球场，对吧？哇，下沙这个这边还有那些祠堂，还有那些观音、大佛，哎呀，笑佛，挺不错的。这个社区弄得。挺丰富的，是不是？在这边住应该很舒服。等一下呢，就去吃一个港式茶餐厅了。特意来到这边去吃港式茶餐厅。现在进村走一走。别说这些城中村了，现在的规划还是挺不错的。虽然那些街道呢比较密密麻麻，但是呢应有尽有啊，什么小吃店啊、幼儿园、托儿所啊，对不对？我看很多这些幼儿，对不对？总而言之呢，现在的城中村呢也不像以前那么乱了，对不对？最起码在这边下沙这个城中村呢挺好的，挺不错的。逛了一下这个下沙村，哎呀，发现真的是现在的城中村呢，真的是管理得很好，改变得很大。然后呢，不像以前那么乱了，现在呢它是有规划呀、有模有样了。反正这边特别多这边小吃，而且不是很贵。然后我呢对这些城中村呢特别有好感，特别是对于我那些人文摄影啊各方面来说啊，特别多那些有趣的分离那些东西啊，可以给我拍照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呢，我就特意来这一个下沙这个城中村这边来考察一下，对不对？下一次来这边呢，就可能就带着我心爱的相机，对不对？过来拍拍人文。我呢就一直很喜欢吃这一个茶餐厅的，对不对？特别是烧鹅饭、烧鸭饭这种，哇，腊梅啊、叉烧啊这些，特别从小到大都喜欢吃的。今天就来了这边叫明记的这个港式茶餐厅，对不对？看看这个。试一下这边的烧鸭、烧鹅、白切鸡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哇，下次呢就可以过来这边照完相、照完照片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可以来这边吃了。哇，一举两得。那我就点了一个烧鹅饭，女神呢就点了一个烧鸭，还有拼那个白切鸡那个饭。哇，很快，就是看起来挺好吃的。就试一下看好不好吃先。虾的是我先。王宇有没有可以也是它这个烧鹅呢，它不会那些味道不会太重，它还保留着那些烧鹅的味道，而且那皮也挺脆的。那也最重要呢，它这个套餐呢很便宜，26.8在大众点评上买，还送一个例汤，面雷汤来着。哇，生熟的例汤，广州人最喜欢，清热解火。来试一下女神的这个烧鸭，
哇，这个烧鸭比烧鹅好吃，看起来是不是？嗯，果然烧鸭比烧鹅好吃。他这边主打呢就是吃烧鸭的。嗯，烧鸭新鲜很多。来试一下这个白切鸡。嗯，白切鸡也做得挺重，很嫩，特别嫩。那鸡肉很嫩，鸡皮很滑。嗯，对，可以可以。哇，以后呢，下次过来呢，这边呢就可以又照相啊，又吃港式茶餐厅，一览美饭，正啊！食饭先。夸张啊你！屋企啲饭唔食，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人就系屋企啲饭唔食。光盘行动，你我都要做到。出嚟就光盘行动。